轮到你了。好的，我们直接发射第一枚的导弹。我去啊，你往哪飞呢？我让你往前面飞啊！啊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响尾蛇导弹吗？我果然厉害啊，不按指定套路路线飞行的。哎，你看，歪打正着，还真的打中了一个。你有病！得了吧，还响尾蛇导弹的随性呢、啊？你刚刚分明就是运气好。好吧，被你看穿了，确实不咋地啊。我们把这辆导弹真的放到一边，接下来回去重新开启第二轮的宝箱。但是、啊、还是你先选，你要选哪一个宝箱？左边第一个。好的，我帮你打开。我射，我射，我射。哎，我这辆坦克什么情况？怎么威力这么小？算了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这是坦克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步战车。造孽！丢死人了！打了半天了，原来是威力这么小的坦克啊！我还想说帮大傻的宝箱给打开呢，还不如用 RPG 火箭筒呢。哎，这轮呢，我们开出的是一辆多管型的防空炮车啊！超力侠，这轮呢，我很有希望将前面的五个太阳能板给击毁啊！我这可是重型的导弹车。我不信啊，你别吹牛了，你叫他们打倒再说啊！看吧，我就说吧，它的威力很强，你不信？你这运气好，有本事你再击毁一座，我看一下。好的，那你别眨眼，我发射第二枚导弹。我就不信有那么容易倒啊！你不就是击中了吗？还高兴的那么早啊？哎呦，怎么真倒了？哈哈，厉害吧？五枚导弹呢，就将五个太阳能板给全部击毁。钢铁侠，一会儿呢，我就用这辆导弹车跟你进行对战。有点慌啊，这么强啊，一炮就将它给击毁啊！那我这辆防空炮车到底行不行啊？我们也来试一下。我们的这个炮都啊，他一炮我们要好几炮，我们先试一下第一个太阳能板，哎，能不能打中？哎，打中他了，但是他没倒啊，我们再来一遍、啊，第二下，哎，第二下倒了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我们先来打第二个太阳能板，精准瞄准，打中，好的，第二个太阳能板呢，将他给击毁了，我们来打第三个，瞄准来，哎呀，击中了，很好，第三个太阳板呢也被我们打下来了，现在我们打第四个。哎，第四个也打下来了，最后一个了，我还有很多发的这个炮弹呢、啊，啊，把他们全部给射光。大傻，你慌不慌啊？我这一款呢，可是一时间可以发射非常多枚的火箭炮啊。行吧，你估计也就只有这一款呢能跟我对战了，最后两个宝箱呢，直接打开吧。听你这口气，最后人的对战呢，我好像会输啊。大傻的宝箱打开了，哎呦，这是一辆重型导弹车啊。那我的这个宝箱里面呢，装的也是重型导弹车吗？哎，怎么我感觉跟大傻的那辆很像啊？哎，他俩好像是双胞胎，一模一样的导弹车，博士是不是搞错了？超力侠，我们把发射架打开看一下。啊？博士是不是搞错了？为什么我的炮弹比你的炮弹少啊？难道是因为我的炮弹威力比你强吗？可能是吧，博士这次呢很用心啊。是不是哦？他威力有这么强吗？让我们来试一下。你往哪里打呢？叫你往天上打。你不想还是我来吧？哎呀，我这怎么打高了？你是打低的，我的而是打高了。好吧，看来我们这一轮呢都没打中啊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行最后一轮的终极对决了。我们各自呢挑选自己认为最强的导弹车进行对战。我们的对战局数呢是5局3胜制。我发现大傻了，现在我们在后面呢慢慢的跟住他，不要让他发现。转过来，赶紧攻击！哎，他跑掉了，那我们赶紧追上啊！他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，哎，他怎么突然倒着了？那对不住了！哎呦，没打准！哎，但是什么情况？哇！刚刚我打了那栋楼房啊，直接倒掉以后呢，压中了大傻的导弹车，结果将他给击毁了。好了，第一局我们拿下，1-0。你刚刚那一局呢是运气好，楼房倒塌了压中我，不然你别想赢哦。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，一会儿呢我是如何用这么多火炮、啊、对你进行覆盖打击的。别让我发现你啊，只要看到你呢你就完了。哎，大傻在天桥那个位置啊。现在转过来瞄准对他发起攻击，哎呦，他先用他的火箭弹啊朝我这边射击了，但是没打中我、啊，你完了！哎呀，我被击中了！我操你家，你这威力也太猛了吧！必须的，你单枚导弹强了没用啊，我可是多枚导弹的旗管发射啊，所以你是很难阻挡我的。现在呢，我们要进行最后一轮第三局了，这一局只要拿下呢，今天呢我可是3-0全胜啊！不能让你全胜啊，我多少也要赢一局吧。想赢吗？可没那么容易啊！看到大傻了，大傻呢在这栋房子的背后啊，我们直接开出去，快快快快快，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！咦，他的导弹呢没有转过来，我们的机会来了，他比我慢一步，好的，解决掉，3-0。没有想到这辆导弹呢竟然输得这么惨。别
别泄气啊，下一次呢还有机会的。好了，本期的游戏解说呢到此结束，我是超理侠，希望我的解说记得点赞加关注哦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